我看到萤幕了，它开始了。它有录，有在旁边了。对，红红闪啊！你要我看、啊？好，有在红红闪就可以了。对啊，有也有在充电的。不要滑下去，浪费体力。而且在没力气的时候那样子滑不好，伤板，伤板又心理创伤。零度哦，上升了，变零度了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忘了扣这个，扣一下。你先滑 OK 吗？
张照吧。啊？拍个照吧。你要拍人吗？有一点点的，你好了吗？不会啦，没人说你挡路。你做那个棒棒吧，你横拿棒棒，横拿棒棒滑，练习练习态势。是吗？是吗？先滑到 Romance Car。嗯啊。还在踩痛吗？对啊。毛？你不是说你知道那种痛吗？但是我不会因为踩得更痛，我就一直痛一直滑，然后就那样。那我去下面咯，还是你先滑好了。这一块是怎么回事啊？加了两棒棒。
吃午饭害的。再下一班了。但是能见度很好、啊、你这样子雪板拉着，有没有觉得脚被压更扁？没有，没有，那就好。那你的跟我的不一样，我的话那个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时候，这样雪鞋拉着，然后就觉得哦，我一直被夹，一直被夹的。要先来录一段吗？好险啊！没有，就要看差别啊！不要，我现在就很痛了，我已经很喘了，关于录很喘。好好，我已经痛死了，因为我都连站到左脚我都会害怕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喘还是不喘，就很紧张，一路喘死了。你要哪里？你要哪里？哪个坡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没雪了，没雪，你就飘哦。嗯，你看地头没有，都没有东西。对啊，干干净净。对啊，你想想看，那就说30公分开，然后如果都是那种冰球球，那还是觉得不大行啊。很粗哎、欸。嗯，那里可就是融过又结冰的，零度左右在那边来来回回就变这样了。远离学生，我是有不痛的时候就趁机要休息的。我觉得好冷。哪个部分？上身，上身觉得好冷。
最一次这里冲出来。你说有人说哦，会的指挥还是在这里？哪里是动物吗？没有了轮子啦。咣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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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不是都是过棒棒的时候吗？好冷，我好奇怪，好冷。年四会出太阳，然后二是会。那预报那个图示不是血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哦，这叶子在动。风在吹，叶子在动。刚刚一瞬间，因为大家一起动，然后让我产生了一种。空气在波动的错觉，因为大家动的频率都一样，现在就还好。这么有风，可是看雪这样飘下来，不觉得很有风啊？那叶子动得很久。对啊，就奇怪。要出发了吗？还是要出发？如果是要找站多少站的话，应该有熊之歌，就是要出发的声在吹，风迎面而来。整个超冷，然后连大腿、手臂都冷死。右边，左边，走右边，走左边好了，左边比较好。다음은하강站입니다안전바를올리고내릴준비를하십시오。对，左边了。走缓的路。不然就做选择路径练习。看着波道自己选要去哪边的练习。你刚刚讲话吗？对啊，我说你要我在那里帮你拍。不用了啦，不用了啦。去那边。哪边？那个波。那个波吗？对啊。好。自自操吗？就不用脚力了。
看前面。对啊，对啊。你下去到两根棒棒，任选一根。两个黑棒棒，对啊。哎，刚那里有一个小切面是看不到人的。对啊，那太低。嗯。如果嗯。没有，都一样，这中间就有大有小这样。这里也可以啊，在缆车站前，快从这里出发。对啊，我到那根棒棒。没有缓的话，就是动作我要看做到多精确多好这样。你是说我要到缆车站前，还是那个？你要到往那也可以，到缆车站前也可以。缆车站太远了。不会啊，差一点点而已。啊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右边那个石头站。好啊，好啊。
欸，怎么跑到那么多那边过去啊？还没有那么低，不过没关系啦。好，没关系啦。嗯，没关系啊。好吧。继续滑吗？还是你去休息，我再滑个两下就可以走了。哈。好像没有什么好波可以拍。那个应该是什么？没有。为什么这个有什么问题？那个其实都是这样，你从下面看以为没问题，但是人在那里，其实每个都有一条一条线。一条条线，你说？就是缓波、陡波、缓波，缓变陡就是一条线。那你在缓的那一面的人是，你其实是看不到的，所以不用。在对面的对面的。嗯，我觉得都差不多。你到底想看什么？啊？就是自己的姿势啊！啊，对啊，那就路啊，你又不要。好啊，那走左边。对啊。然后看看啊，看在棒棒拍上面那边开始。嗯。每天播的歌都一样，这样。懒得换，还行。但是表示他们就买到这个授权了。你觉得这边有授权吗？一定要有吧。风波雨，对。哎呀，看不到人。现在看觉得都可以，因为我们是在上面，但下面就看不到了。下来，直接跟着下去。嗯，应该什么都没有。
几乎也没有什么办法转弯，再转就下去了，就直直下。眉粉，眉粉，我的最爱。别帮我买了地瓜粉沾地瓜片沾眉粉的。好，去吃牛肉盖饭。你觉得？晚餐。哎呀，我是有常吃。镇上。吃红肉。那你有真的要去超市买什么吗？这不是逛啊，我就是喜欢逛超市啊。那就要去昨天那一家吗？不要啊，还有一家啊。还有两家。大家的吗？我不知道。一家，我们第一天是 A Corp， 还有一家 Corp。Corp 其实很小。对啊，那你问我大还是小？那还有一家什么？还有一家叫什么什么 Mart 的，听名字就感觉更小。今天吃饭，接着去超市买沙拉回去补啊。可是你说酱要怎么办？还是买一份什么可以倒在上面的东西？玉米汤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沙拉怎么放玉米汤？对我来讲，玉米汤就是味道浓浓的东西，只要有味道的东西。我觉得我们蔬菜吃太少。那所以就去买那个啊，买无限的 cabbage。重点是酱汁是什么？奶小罐太高了，小罐一点。你说要几天内把它用完？可以带到新野继续用啊。冲阿五，冲阿五的三天就够了。就我们进口一大堆高丽菜去冲阿五。那不行啊！你是说前一天晚上就买好吗？对，前一天晚上啊。隔天其实到底要华色还是冲阿五？华头猫母免钱，我想华头猫母了。但是你怕就是一线也很无聊，对吧？对啊。只要观察，它真的周末都没增加哦。我不知道哎。没有。但那里没有雪，你也让它没办法增加。你看有雪的都只增加了一条雪球道了，那没雪的地方你要它怎么办？喷呐、啊。喷啊！所以它有喷下面啊，它有伤下一点，你可以了。不知道呢，好像有点小，极小。我刚坐上来就感觉是这样的，那我不知道是树上下来的还是天上下来的。这就是毛毛雨的等级吧。好冷哦。到了下午都会跟人家说很冷。我现在冷的部分是下巴跟胸口。穿衣服。你看，我就因为昨天的经验，我一上缆车站下来，我不都是带好带足。虽然那个时候觉得天气晴朗。就在想关于北海道这件事啊。什么事？北海道滑雪啊，就是现在已经多出开车选项，但是北海道其实雪场就这些。那以后要再搞的话，也顶多选1月或2月啊，12月就不选了。
那一月二月会不会人又太多？然后就平日。一月就是最贵的时候。那住新野外就没有什么好讲的，对不对？先看一下它怎么样。如果那边，这边的话住镇上也可以，每天自立自强。应该说这次唯一的遗憾应该是北之峰没探到。他不开车的选择的话，一堆住宿在北之峰，那也不知道他们的服务怎样，也不知道那里学到怎样，也不知道排几天。这次我看一下我的口罩，这个都有罩好。对，都有。每次上来都有。走左边，走右边。左边吧。如果我停这里的话，你可以在一堆人坐在那里的区域开始录。好。你用看我的。好啊，我正在看。对，有一点点，中间有一小段。啊，接着我又停在这了，接着到，这里还是一样有一条线啊。好像还是不行这里。我啊，要需要到棒棒那条线。你的话，下面不是有一线棒棒吗？第四个棒棒。一二三四。
有一个人在那里也可以。好，那就是第三个好了。我怀疑中间有一条线，第三不要太远好了，第三个帮忙就好了。好了，可以啊，侧降要不要？我已经在。你就是侧降啊，不错哦。看啾啾侧降。但是觉得是松松的滑板，谢谢你。好了，嗯，你还可以滑吗？你可以的，可以，一点点痛。好啊，那就一直滑吧，再滑两下，两趟，两趟，两趟，反正三点以前要收工嘛，现在都不知道几点了。两趟就快三点教练有他们的教练有挡人吗？还是有说大家都等等？哎，因为他们教练可能知道，就算他们上，可能有人会摔倒，是吗？教练跑过来了，他想插进去，他唱啊，没有，他排进队伍啊，然后让学生进去啊。因为他停在那发现不行，永远接不上去。前面的吗？他们家安排了学生组。
两趟、三趟、两趟。乘下一次吗？我三趟有点疲惫的。好，两趟就好了啦。乘下一次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乘下一次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。我刚刚就跑到后面去。我就是故意把它压在后面。不是，我是说架子背靠之外。嗯？研究一下，昨天回去有跟他喊话，他有比较强，没跟你讲话，你就感觉很痛，太累太累，照着他。你说这种衣服看起来没有很厚，还是？对，看起来没有很厚。因为为什么他们全部的衣服都一样？就是制服呗。是租来的吧？因为租来的，然后都一样啊，学生就一起。我觉得蛮好玩的耶，学校就说哦，带学生，带学生来滑雪这样。不是带来滑雪，是来上课，上滑雪课。这很好啊。您说他们不用付简单教练费、嗯？基本功不用付。嗯，真的下了。我在想刚录的最后一段，我要自己看。我自以为很轻松，但后面有些比较陡的地方，我身体就比较歪。然后我就看我自以为轻松的时候，在影片里面看是歪的还是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就针对第三个，我要自己 review。我录30 HD 而已、啊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因为不是要上传的，就是要自己研究的。帮你录吗？应该很丑吧？一样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轻松的。很丑吗？啊？我刚滑很丑。没有，你下去的时候，你已经不是歪一边的，你是慢慢的下去了。没有丑吧？最后一段了、啊，就只录最后一段，那一段是最轻松的地方。你有觉得吗？本质应该不会发黄，你说全白的、啊？对啊，你看其他地方也是白的啊，就是有那里发黄。还是说整体是黄的，只是那里是白的？不是，就只有那里，那里就是被我贴胶带，胶带的残渣把它搞黄。但是你看这里都没有发黄、啊，但这边感觉也是比这里黄啊。哪里？这里哪有？上面？这里哪有黄？这里不知道，这里看起来比较白，中间白，搞不清楚。那就是胶带下面贴纸下面是白，但是贴纸周围那个胶带搞得嗯真是刺激。这板子之后还卖得掉吗？你想要卖掉吗？就是很就这么旧了也没有啊，就继续用啊。嗯，怎么说，因为不用换板子了。我之前看到有个影片，他说什么时候该换板子了。你知道我们买的板子是 rock 板吗？不知道。就是前面翘嘛。嗯，前面翘。前面翘，中间平，后面翘。我们后面哪翘？后面，我是说一种版型，前面翘，中间平，后面翘是一种版型。然后前面翘，然后后面像弓，中间像弓箭一下，这样子也是一种版型。我们就前面翘，中间有往下有一个弧度在，就是这样这样子这样，中间这是高的。哦。你斜板对架的时候，中间会这样子，会这样子。嗯。然后这个是有弹性的。对。这个弹性是。看一下有没有积雪。我说，你转头干嘛？没有，那个弹性就是，总之就是用来滑雪用的。然后啊，他说判断的方法就是，你两个雪板架着，往中间压，松松的，那个力道很弱的话，就是你的板子该换的。
板子最一开始的弹性是最强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踩点，对啊，踩到反弹无力，这样。额头小人，风向是正前方过来，我已经都盖得好好的。雪场，对啊，他也蛮算早的，其实只是9点，但是他休息的早，3点就。我忘了藏王第一个是9点，九点吗？不知道，你知道？我忘了。现在藏王有一夜吗？你说看就知道了吗？但是现在不是好时间，藏王要1月底、2月初才开始要去。树冰吗？树冰长大的季节是1月。我又在里面。车站，我有听到车子的声音了。哦，哎呦，还是很多人上来哦。是啊，没有到满就是，没有到满就是。这中间看起来都有看到。对面的窗户，不要滑下去，不要，我不要滑下去，一定要坐回去，自己滑下去这样，不要伤板子，对啊，一来伤板子，二来搞不好不小心就会伤身体，一晃神就一下，你就摔下来，对啊，那里这个这样硬的感觉，真的受不了，摔一下，不知道手吗 ？OK。而且这里还算是软的了，下面真的见识到了，不行。有痛一点点吗？嗯。咳。有在补血，那是晚上出去，晚上开车。没有啊，我们吃完饭搞不好就是6点以前就回到旅馆。这是这个最累啊，就是想要去洗澡，又说人太多了。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 and prepare to get off. 走右边啊。即将抵达下车点。亚西洋哦，就在那，我去了。
你等一下滑，先取那边，因为右边有一条线，我站的地方应该看不到你。先取右边，接着直直走，然后我会去第三根那边，先走这条路线哦。好。我说错了，这边也是，这边下面那个人你也看不到吗？所以，那我过来就好了。好啊，好啊，我去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时候你更，因为没有不会有压力，所以就会尽量做足正确姿势。对啊，再来一次吧，再录一次要吗？你刚刚有觉得说你没有表现好，要再录一次吗？还是你觉得你再滑一次姿势会差不多？很缓也不知道要怎样啊。很缓的话就是你不然你就身体朝下，正面上半身身体朝下。好，下一次你试着上半身身体朝下，这样子滑下去，要不要？好啊，再录一次。我不要啦，我刚刚的影片我就要自己研究了。就两轮，这是最后一轮。差一点点，又要是打你一拳，你就生气。生气啊！对，一拳打我。你不在这啊，但是我非得在。都录起来了，你录的。我没有啊。啊，他一碰到我，赶快起来啊，不然要怎么办？我下巴好像很冷。嗯，你要往下套，你下巴跑出来了。这好像左半边哦，左半边的已经勾到脸上，左半边要拉一下，觉得很冷，还没拉好，好了，拉好了，下巴很冷。
下巴很冷。好，你不用吗？我不用啊，我刚刚就说了，我最后一个，我看我到底做。自以为先检查，我会没录好。不用了，没关系啊，那明天还有机会啊。机会多的是，看来我们就只能跪在这里了，不知道跪几天。跪要回去啊？有可能啊。每天吃饭滑下去一次，还是不想养？不，吃上面就可以了。下面的话，那就得去镇上吃了。走路太累了，我觉得我是走路受伤的。对啊，就吃上面啊，厕所让你不满意就是。厕所不好上啊。对啊。现在已经觉得天变暗了。对，我又不见了，完全就跟刚刚是两个地方吧。搞不好现在山下还在晴天也不一定。不可能啊，你回头看都是或者白的有没有？不是啊，因为我们看不到山下、啊，我们只看到中间的白，是我们自己被那个白挡住了，看不下去。至少刚刚有拍到照啊。刚拍可以拍到山脚下，帮你拍，没关系啊。不是说帮你拍，你有不要？我没有不要，我只是先让开，让你拍全部啊。后来你就走了，那没关系。对不起啊，我本来是小接着再滑进来，不就是了吗？没关系啊。对不起啊，反正就这几天了。那明天要带那个360来吗？明天是好天吗？但是说实在的，这里就好像也还好。你就带，然后你只是练习，练习什么是开，什么是关，什么是路，对，就这样。而且拿着棒棒的时候姿势会变好，然后你还有就会看他的表现怎样，看能撑几次。那我们就先把他冲了电。三秒后就哔哔哔，我不行了。因为不会，而且。他那个身体肥厚了一些，然后他的镜头上还加盖子。那跟那没关系啊，如果冷不耐冷，就一样的下场，无法挨受冻。那流鼻涕啊！中间空空的几个都没有人在，时多时少的。对啊，后面可能全都排满的。前面高的男生很急啊。水都变大了。所以真的是在下。嗯。补血，补血。昨天补这样，今天。裤子还不错哎。嗯，很好啊。对，要穿这件哦，但这件，也还可以啦。但整个人看起来肥嘟嘟的。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肥溜溜的。嗯。那待会坐缆车下去，我要在那边上厕所、哦，大间的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我。放学继续放着，就是上厕所。可以吗？这是要把学具抬回去的吗？抬回去什么意思？抬回车上。你是说要不要开上来拿、哦？我觉得不用开上来拿的。是啊。因为昨天的教训让我知道不能走太快。要慢慢走哦，慢慢走，那就拿着雪具慢慢走吧。哦，怎么动啊？变大了，是风向的关系。我看一下镜头上没有，没有，因为现在风向是从背后吹来。要论这次影片就可以证明我们很混。怎样混呢？就是早上滑很少，然后下午也滑很少。不过重点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可以回去算，就是换算说。但是因为没有办法买四小时券，因为中间有吃午饭断开啊。不是，我一直对于点券这件事很好奇。坐缆车的次数啊？对啊，这里有卖这种吗？
也是有，但是你那边算一算就会觉得它会不会不划算，因为点券是 Romance 一点， Cable Car 四点，哦，它高速 Lift 两点，一点两点四点，大部分学堂都这样算的，对啊。那如果搞不好我们昨天就是叽哩叽哩，就是但我们今天做了两次卡，对啊，所以这都很难算。而且你再也不打算试一次下山路了，明天如果有开的话，我觉得要两天后再试，一天的雪，一天的雪应该顶不住。还有就是今天人多，你要试的话就是一大，但是这又有点互相，又有点尴尬。最理想就是试早上滑，最早几道，下午就不要试。然后今天试是十一点就不行了，八点半到十一点之间，两个小时半就变那堆球球了。那真的是不知道。那明天一坐上来就给它滑到最下面，那接着又发现要排半小时，所以我不想要明天试，就后天试好了，给它两天的雪。这次走左边，就一样路那个地方，而且这次雪变大，搞不好又看不清楚。预期嘛，你已经放松了吧？脚比较不痛。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 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. 走左边。拖的。完全不痛，因为你已经身体放松了。不是啦，我是说脚踝的那个痛，我现在感觉不出来。那就总之就是没有痛欸。好奇怪哦。不痛不是很好吗？啊，那是刚刚很痛啊。没有，轻松滑，轻松滑，对不对？最后一次啊，戒指就要回去了。尿尿，这是最重要的事，尿尿。
点，比较冷了哈，好多人呢、啊嗯，这些高速的人要走了，加速哦，加速，因为我看他们的加速啊，不，他们体重不够，怎样？重量越重，速度越高，他们要先练习速度很快的感觉，嗯，所以里面加个20公斤，你就被腰住。我的推测，你就是故意的哦。我觉得，可是那是他们的行李。那也用不着一直叫人家背着吧？就是要省那个250块寄物拉客钱。你觉得是哪一个呢？不知道，我觉得，就是为什么会省那个钱呢？因为是学生啊，训练经费要拿来买装备。好大哎、欸！对啊，要不要关了？要不要关了？不用啊，不用啊。你还要录到做卧铺位啊？不用吧？然后也不用，你要现在关了。现在关也可以啊。有差吗？搞不好等一下我们看到什么很惊奇的东西，一只熊跑过去。卧铺位那边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！你不行了。退的原因是电还是卡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你的路，不可能啊！我们今天滑那么少。那你觉得是没电了？还没在充电？是有可能。啊！讨论半天，他自己说我不行啦，直接叫救命。有在充吗？不知道，要过一阵才会知道。我的冷气气也很惨。这里比新野冷吗？新野我们连那负二级都有了，你觉得呢？它在充电了。我只是在想说是新野要多穿一点吗？是这里要我的，我好像我现在我自己觉得我药多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我放在一起的。你是说想吃的药？鼻子过敏药，我想说要分配在前面吃很多。这很难讲啊。晴天那天不要吃啊。那今天有吃吗？今天有吃啊！我是流鼻水啊！我今天也有吃流鼻水。大流鼻水，我的鼻水都流下来了。都是下午、啊，都是下午，大概效力多少？只能撑到上午。但是我们应该改变策略啊！上午没那么冷，然后中午吃下去。哦、嗯。但是其实中午很快就过完，好像也用不到。不是啊，中午进去在最冷的时候药效发作。帮忙这样，雪超大，而且又是这种，又是这种颗粒型的，他这样子每天补，我真的无法理解他那个中间那些冰球球是怎么来的，谁干的啊？是怎么回事呢？而且它一路都说是绿线的，哪里啊？我们下山一路啊，我相信啊，它没有那样一直刮的话，应该滑得很轻松。但是它刮成那样，真是奇怪。我镜头 OK 吗 ？OK 啊。啊？我看，真的，一点点水，滴滴啊。边不到的。嗯。嘿，又有一个。我就要控制知道的。他知道要躲。要贴着边，这贴着。嘿嘿，欢迎抓。不要走，我在看他。切。他自己跟我打招呼，这，抬起一次脚，他喜欢，他喜欢，只要懂就爬得起来。而且我只要一摔倒就折我，我板子在哪里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放板子不见而已。嗯，所以。
还是说以后都认真的植花？二月，二月，一月、二月，十二月可以啊，晚一点。十二月照之前的经验，中以后吧，我觉得中以后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去年就是这样做的、啊，17号之类。我觉得之后就很好啦。但是哈，就是你17号，接着再用价钱压，24号回扣，所以就是一周，一周这样，就选个地方或两个地方去一周。十二月就这样，然后接着一月那个过完年的第一个礼拜最便宜，也一周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可以啊，只要我们要开演唱会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我挑的那种时间，你不觉得25号很有人想办那时候？你说1月25号还是12月25号？这种是圣诞节，我只叫贵。我说有人就会办那种，或24号，那有一台车。有，这我们来不及了。哪里有一台车？缆车一台啊。缆车一台不是吗？有啊，那个啊，还是那个是控制室，不是一台车。控制室。啊。对，是。好吧。来了。现在来。不不不，我们现在滑过去，然后马上蹦蹦蹦冲过去上得了车，因为现在在一分钟后着陆，接着着陆你还要一分钟下车，一分钟上车。我们也还没下车，就有点难。不不，他不会因为人，你觉得他会因为人少就提早下一班吗？是不会啊，是不会。对啊，所以就是间距的问题。我们也快不了，我们车就还没到。好，弄雪板，爬楼梯，走过去，山大。怎么就直接滑到门口了？对啊，拖雪板，爬楼梯，走过去，三件事。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 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 and prepare to get off.急急忙忙，小心脚滑哦。还没上车啊，小心啊。真好，你觉得走路又还痛吗？好吧，真好，这样再滑也不够一次了。嗯，再滑也不够一次了，关节比较酸了。啊，是啊。对啊，去年冬天现在已经是人生已经。
我们滑到快三点了。对啊。哦。你自己看，好看。那我们也够本了，就是吃饭排队耗了一点时间。哦，是这样。其他人都滑下去，不用滑的。也不是太久，就是意料之外。不过终究也是要吃那么一次啊，没差。这么坚持要难看。啊，怎么了？你知道看什么吗？坐那边。嗯？刚好坐那边。为什么？五个人的东西掉到地上，那黑黑的是什么东西？蝌蚪。那是什么？重重的声音，那黑黑的是什么？对，那是什么？蝌蚪。那个黑色的东西掉在黑色的东西上面。搞不清楚了。
那自己擦自己眼睛。看到它掉下来的时候，应该是张开的。对，我看到这竟然没有踩到。然后后来又收起来。不管怎样已经被拿掉了，但是用找脸，对，但是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常见的东西，就很单薄。嗯，这是蛮久的，因为下得快，它原来留了间隔，要留满车的人下车跟满车的人上车的时间。而且上下车还要你要计算那个 B 的那个，还有人出车的，有人 B 的慢啊什么之类的。所以他原来的计划时间，你说他四分，嗯，那就是五分钟上下的，其中两分半下车，两分半上车，这样，差不多是这样。所以下比上快了。对啊，如果为了练习，确实可以一直这样，没错。